哎呀，好家伙了，这一吃都撒一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仔。咱们最近啊，就是黑豹，然后跟那个杀人犬魔女不是接配过几次吗？然后还有那个谁，揪一也是那个黑豹配的啊。然后现在怀上没怀上，咱们这个还不确定。然后黑豹光运动，咱们不能让它就是营养跟不上，对吧？咱们今天给它拿一块这个六七斤吧，大概牛排，然后给它就是开开胃，给它补充一下营养。然后咱们现在开始给它做饭，走吧。开锅了啊，开锅了，好家伙，真得味。这一大块肉啊，咱们给它拿出去晾凉。哎呀，这家伙这个肉现在已经给它煮烂了啊，特别得劲，看着特别得味。然后给它放凉几分钟，开始让黑豹那个开小灶，特别得味。我给它切了一下啊，给它弄点这个狗粮。黑豹已经饥渴难耐了，咱们把黑豹拴在草坪上，拿给黑豹啊。哎呀，好家伙了，这一吃都撒一地。这几天啊，黑豹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先是跟啾音，后是跟啾音他妈妈魔女。黑豹这吃饭这嘎吱嘎的特别得味。咱们啊，这个肉是咱们给它煮好的，狗粮是咱们给它泡好的，蔬菜是咱们给它切好的。哎，吃的真得味。看黑豹那个脸上跟那个大皮蛋打架打的都是黑豹的那个勋章啊。前几天黑豹跟他儿子皮特啊，不是他儿子铁蛋打皮特，把那个皮特那个爪子给咬了一个口，然后现在皮特走路一瘸一拐嘞。咱们家人很多人都说黑豹老了，但是在我心里啊，黑豹永远不老，永远都是年轻的。因为我见过黑豹，那时候那打架那战斗力简直是无敌。黑豹这样好样的，掉地上的知道捡起来。呀，慢点吃黑豹，慢点吃。
黑豹吃的嘎嘣脆，真得味。这两眼泪汪汪，哎，看着黑豹吃饭就是香，看黑豹。吃吧黑豹，他不敢跟你抢。他要是跟你抢，我这二毛叉的。他怎么不愿意吃我呀，黑豹？啊，我说了，等一下还得给他打扫战场。嘿，把肉叼一边不吃。快吃了啊，黑豹！黑豹现在已经吃完了啊。就剩了一点点狗粮，然后咱们把黑豹整回去，给黑豹弄点水喝。好家伙，一说回去，每次一说回去，黑豹都会继续战斗。现在黑豹回去了啊，已经吃完了。然后刚刚给他做那个牛肉还有那个狗粮，让他开个小灶，因为他前两天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为我一队争取了那个风光啊，风光喝彩，然后咱们必须要奖励一下。然后黑豹现在吃得味了，回去准备睡觉，马上睡着啊，然后咱们就让他那个睡觉吧。咱们有喜欢羊仔的就请多多关注，多多点赞，多多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